今天的生存挑战，不，死亡挑战。当我们完成特定的成就时，就会获得特殊的不死图腾，只有死亡才会触发特殊效果。那么，我们能否一路死到末影龙前，并击杀老龙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，想致富先撸树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的宇航员图腾，感觉恶意满满呀！来，让我快乐的死一回，信仰之跃。哇，暴露一地的小红牌蝾螈，一开简单就追着我暴打。太凶残了，走回去捡个垃圾。不是吧，你们还不消失？要瘦了，我跳，嘿嘿，我这回跳进水里，看你们怎么打我。溜了溜了，回去捡垃圾。我去，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有完没完了，第三次了呀大哥。第四次居然开始我的出生点了。第五次我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合出石稿之后，我们获得了一个汉堡图腾，烧个铁能得到悲伤青蛙图腾。来，僵尸快来打我。 What？ 什么东西？怎么突然蹦出来一堆绿色兔子？哎，这个掉落物是什么？居然还能吃，跳跃力加成，还能回血，好东西啊。小兔兔，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？都躲在这里啊。不要跑，快快受死。汉堡图腾给了一堆汉堡，效果随机，有点像蜜汁炖菜。哇，好高好高，这个跳跳糖的效果是真的给力啊。挖钻石挖钻石，看看会给什么。剧毒图腾，等等再用，去地狱喽。这个宽度感觉可以跳过去，来，三二一跳。我忘记调图腾出来了。刚才的事情大家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没有发生过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剧毒图腾的效果。很简单，死了之后攻击自带毒伤，然后找朱灵刷点素材，然后再去打猎人。我看，哎，系统给东西了，乔治图腾和鞋子图腾，死两次看看效果。来了来了，哇，我的护甲全变成了附魔的了，哇，各种附魔石，太强了嘛。好，又死了。怎么召唤出来的一个乔治啊，他还在狂喊 Jim 的名字。哎呀，好烦呐，砍死。居然掉了一把掠夺石的铁剑，这也太强了吧。走，屠龙去。哇，找到末地还给东西了，妹子 boss 图腾，这又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图腾啊。老龙，我来找你了。是啥啊？ MC 冠军赛图腾。来，我们死一波，掉了个硬币，再死一次。什么鬼啊，怎么突然召唤出来一个超巨大的妹子啊，还会攻击的。哎，快跑快跑，说好的泡水送鞘翅，结果给了一个玩家的头型饼干。哦，吃下去之后的效果不错，堪比大号附魔金苹果，这下感觉可以打过妹子。冲呀，妹子休走，我要给你修脚，我要和你玉石俱焚。哈哈，赢了。这什么保护石的黄金甲，哇，太强了。吃几个汉堡。老龙，我和你拼啦。一刀就没了，这是随机到什么超级 buff 了吗？好吧好吧，结束的有点突然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为止，我是阿鸭，我们下期再见，886。